打回城天宫之上，乌云突然涌动而起，遮天蔽日，整个天空都在此刻变得暗沉下来。可怕的原力呼啸在天地之间，带起轰隆隆宛如雷鸣般的巨声。望着那刹那间变色的天空，大回城内无数人的面庞也是涌上震撼之色。这便是造化武学的声势吗？已经施展，竟是能够引起天地异象，如此声势，果然不愧造化二字。造化武学，大魔门以及武盟分部处，双方的强者也是面色凝重地望着天空上那些翻腾的乌云，隐隐间他们能够感受到天地间正在飞速凝聚着那股可怕之力。这个混蛋腾雷也被天空上那等异象害得眼皮直跳，旋即又是满心嫉妒之意，这等武学怎么会落在林动这个无名之辈手中呢？腾雷目光闪烁着凶狠之色，面色也噙着一抹狰狞之意。即便你拥有造化武学，那也决然不会是曹振书的对手。等你落败后，我必要用万般手段逼你将造化武学交出来。林动身形悬浮在天际，任由其头顶上方乌云剧烈翻腾，一股股异常雄浑的元力如同潮水一般不断地从其体内暴涌而出，最后化为金光洒于天地间。不过这种扩散并非是化为虚无的散去，而是在散开时飞快吸收着附近天地间的元力。金光包裹林动的身形，才配合着那剧烈翻滚的乌云，看上去几乎是如同掌管天地的天神般异常的威风凛凛。天际之上雄浑的元力飞快的凝聚，而后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飞速凝聚成一只足有百丈庞大的金色巨齿。巨齿庞大无比，如同擎天柱一般，在那巨齿上密布着各种玄奥无比的纹路，犹如天生的符文，充斥着极为强大的力量。不过林东这一次所施展的大荒秋天指与上一次相比显然有极大的不同，上一次是一根真正的巨齿，而这一次却仅仅只有半根。没错，那一根金色巨齿仅仅只是半根，不过即便是如此，那等威力已是撼动天地。金色巨齿成型，风暴在其周围迅速成型，看上去显得极为的强横。漫天风暴涌动，林动眼神猛地一寒，手指陡然凌空按下，顿时间天地震动，那巨大的金色巨齿瞬间降临而下，那一刹那仿佛连空气都是被生生的撕裂。哼，今日我便是要告诉你，在我半步造化的实力面前，你这所谓的造化武学根本不堪一击。曹震仰天而立，言语之间显得异常的霸道张狂，而身为半步造化的强者，他也的确是有着嚣张的本钱，无人敢对其有丝毫的质疑。喝声一落，曹震也是猛然一步踏出，血色元力如同火山般轰然自己体内爆发而开，眨眼间血色便弥漫在附近的百丈空间。给我封锁！见到曹震欲反抗，林动一声冷喝，一股极为强悍的波动猛然自那金光半指中席卷而下，顷刻间曹震周身的天地元力便居然是迅速凝固起来，犹如一个囚牢般令他无处躲避。凭你造气境的实力也想困住我，痴人说梦！感觉到周身那凝固的天地元力
曹振眼瞳也是一缩，旋即一声暴喝，血色原力疯狂地旋转起来，竟是生生地将那些凝固的原力震爆而去。血缘大法，九步震天塌，震爆那些凝固的天地原力，曹振也迅速恢复了自由。滔天血色原力将其笼罩，而后其步伐猛然闪电般的踏出。随着曹振脚步的踏出，这片天空顿时颤抖起来。他每一次步伐踏出，那雄浑无匹的血色原力便会如同蛟龙般自其身体中翻涌而起，极为的恐怖。九步，曹振足足踏出了九步，而随后最后一步落下，其浑身衣袍无风自动，烈烈作响，一头赤红血发更是疯狂的舞动。九步踏出，曹振的气息几乎强悍到了一个极点，在那等气息之下，就算是寻常造气境大成的强者都是唯有匍匐跪倒，那种气息根本就不是造气境所能够承受的。九步震天踏，这可是九品武学呀，也是当年曹振自大荒古碑中所获得的武学，正是凭借他这一武学，他方才能够在同等级之中傲视群雄，甚至借此屠杀归元大力宗满门呐。望着天空上那气息骇人的曹振，大回城中人人变色，甚至连大魔门以及武盟的强者眼中都是涌上一抹震惊之色。这等武学再加上曹振如今那半步造化的实力，其威力该有多么的恐怖。这个时候虽然都知道林动掌握着更为强大的造化武学，但不少人都是开始倒向曹真，毕竟两人之间的真实实力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一个造气境小成，一个半步造化，这之间足足一个阶别的差距，这种差距想要跨越谈何容易。小辈，你空有造化武学，却无法施展他之力，当真是暴殄天物，还不如奉送给我，免得玷污造化武学之名啊！天空之上，九步踏出，那曹振的气息也强盛到了极点。他昂然抬头，望着那如同擎天柱般轰然落下的金色巨齿，他能够感受到那巨齿之上涌动的可怕威压，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惧怕，仰天狂笑，而后一拳打出。曹振的一拳仿佛是打爆这片天地中游荡的空气一般，无数道音爆之声在其拳下成型，轰隆隆的响彻天宇，声势浩大。一拳出，铺天盖地的血色原力疯狂地涌出，而后竟是直接化为一道近百丈庞大的血色巨蟒，仰天咆哮，带动着雄浑无匹的能量波动爆冲而上，直接是毫不相让的与那金色巨齿轰然碰撞。整个天地仿佛都在碰撞那一刹那变得静寂下来，而后金光与血芒陡然间爆炸开来，整个天空都是被这两种泛着可怕能量色彩所弥漫着。整个大魁城也是在这种轰然之下颤抖起来，无数人惊恐地迅速后退，一道道原力光芒急忙笼罩住身体，生怕被那种能量波及身体。在后退之时，无数道目光也是锁定天空，只见的那轰然落下的金色巨齿竟是被那血色巨蟒生生抵御而下，完全落不下半点。
那金色半纸与血色巨蟒纠缠处，空气扭曲，一道道极为强悍的能量波动如同实质的涟漪般飞速地扩散开来，引起道道轰雷之声。小辈，造化武学在你手中竟然不过如此，还是给我老老实实地交出来吧。漫天轰雷，那曹震狂傲的大笑之声也是轰然响起，回荡在整个天际。曹震竟然将林动的造化武学抵御了下来，真是强悍呐、不愧是半步造化的强者呀。是啊，半步造化与造气境之间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看来就算是造化武学也是无法弥补啊。听得曹震那狂笑之声，城市之中也是传出一道道惊叹之声。见到曹震占据上风，那福奎也是大喜，旋即暴喝道：曹震叔，杀了那小子，夺取他造化武学以及高等福奎。曹震血发舞动，大声笑道：小辈听见没有，你可是要我亲自动手吗？然而面对曹震的狂笑，天空上的林动面色却是一片漠然，双眼之中金光闪动，冷笑之声降临而下。哼，竟然得意成这番模样，莫非你真以为造化武学只是有这点能耐不成？井底之蛙。而随着林动冷笑声传出，他双眼中的金光愈发浓郁，而后他猛地一步踏出，凌空再度一点，一指点出，磅礴原力瞬间自林动体内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顿时那下方的金色半纸之上金光萦绕，那半纸竟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迅速延伸，最后终于是成功地凝聚出完整的一纸。大荒求天纸，一纸求天地，璀璨金光涌动天际，巨大的手指如同连通着天与地的世界之柱一般轰然再度按下。这一次的按下，天地瞬间暗淡，那近百丈庞大的血色巨蟒几乎是在瞬间便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爆炸开来。望着这一幕，曹震脸庞的狂笑以及腾雷脸上的惊喜也在顷刻间凝固起来，一种无比的骇然迅速地自眼瞳深处弥漫出，这才是真正的造化武学的力量，无可阻挡，摧枯拉朽。